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这个风箱是前几天挂上去的，大家看视频都应该是知道的。现在里面已经把蜜蜂放进去了。这一窝蜜蜂呢是前几天早上我们收回来的，然后收回来了就把它放到这个风箱里面去了。今天早上才放进去的。我们还放那个隔网片啊，过几天我们再把那个隔网板把它给取出来。这也是很强的一窝蜂的。那个第二箱现在还没有蜜蜂，过几天我打算把它扛到山坡上拿去投放，投放的话来的蜜蜂比较快，因为现在这段时间分蜂是特别多的，过两天我再把它扛到山坡上去了。